係。嗱，呢個就黑色呢嚿嘢裝樣本嘅，可以嗎？咁跟住我開頭做咧，首先係擺水嘅，擺水，跟住下邊咧，未而家未入電啊，下邊入電之後一開咧，有個燈咧，將啲光射上去，咁我望住認住個光度，認住個光度，哇，好光啊！跟住我擺個樣本，嚟我擺嗰個正全光儀構體落去，擺落去，跟住咧呢度咧。上面有塊黑黑地嗰塊片陣片，一擺咗嗰個液體落咧，我發覺咦暗咗嘅，我要將呢個片陣片咧轉翻嚟，轉翻順時針轉十度，就發現咦光翻喎，因為下面啲光射上去噶嘛，咁即是代表嗰隻液體將光轉咗十度咯，我要反方向將呢個轉翻十度，佢先會。一樣的光度咯，下面有個光射上去噶嘛，個液體模式噶嘛。OK， 得未？好啦。所以啦，唯一一個物理性質唔同就是旋光性不同，佢同佢嘅鏡像旋光性不同。Next， 講反應咧，某啲反應咧。是一樣的，例如我將它氧化，大家都是出了銅的。那哪些反應是不同呢？就是遇回旋光性的試劑，遇回旋光性的試劑，例如嗱，講例子啊，嚟呢個 A 呢個 B 兩個是不同的嘛 ，A 和 B 是不同的。咁我當 A、B 呢個咧，就係我大腦上面其中一個神經接收體。知咩叫神經接收體啊？你大腦上面有好多神經接收體，當你食啲藥啊或者什麼什麼，有啲佢就係接收一啲化學品，啲化學品一嚟到佢就會出神經信號。所以你食生啞點解會抽筋咧？因為生啞撳吸壓住曬你所有嗰啲神經接收體，咁啊你咪不斷抽筋咯之類啦。咁例如我食咗隻藥，是但啦。是止嘔藥，嘔字唔識寫添，我明咯。我食咗一隻止嘔藥，呢隻止嘔藥係某一隻中藥嚟嘅。OK， 咁當呢個正旋光體，呢個副旋光體。OK， 咁我食咗呢隻止嘔藥中藥咧，咁呢隻中藥咧就係一個副旋光體嚟嘅。啊。咁佢就可以同我大腦入面呢個正旋光體反應，但係同副旋光體個接收體就冇反應咯。就係去到某啲嘢都係正副旋光體反應，就係正副旋光體嘅反應。如果平時好似我筆記舉呢個例 ，K2Cl2O7 呢個都冇旋光性嘅，都唔係碳，都冇一個碳兩四嚿唔同嘢，可以嘛？啊！咁所以好多時啲生物化學反應咧，全部都係呢啲手精性，一個楞四個唔同基團當中嘅正負旋光，有啲正嘅有反應，有啲負嘅冇反應，可以嘛？咁我聽過一個係咁講嘅，例如我大腦入邊就係某一隻正旋光異構體，跟住啲中藥咧，好多中藥好相似噶嘛個樣，有一隻中藥例如係正旋光。異構體兩個正光咧，一定有反應。如果食到負嗰個旋光異構體咧，即刻會中毒咯。食咗正嗰個咧，就可以即刻做到某啲反應，你身體會好嘅。負嗰個一定中毒嘅會，就係因為個正負唔同，但係個化學結構完全一樣嘅。唔講立體嚟講，得唔講咁多？有一個碳兩四就唔同嘢，有對應異構就話出嚟，冇就寫沒有示範。二氯丁烷有冇一個碳兩四個唔同嘢啊？我哋逐個睇呢個碳有冇兩四個唔同嘢啊？冇啦，呢個碳全部兩輕嘅。第二個碳咧有冇兩四個唔同嘢啊？你其實唔使做 H 滑嘅，不過算啦。呢個咪有咯，一嚿
兩嚿、三嚿、四嚿咯。呢個碳冇啦，冇啦，係得啲中間呢個碳有啦。睇一次啦，唔使逐個輕畫嘅。兩四嚿唔同嘢啦，一二三四，可以嘛？咁有嗰啲畫一對啦，嚟啦，咁咪畫啦。CH 三突出嚟 ，CL 凹落去 ，CH CH 三，跟住畫鏡像，鏡啊鏡啊鏡啊。咁我畫鏡像嗰時咧，我將中間呢個相同。跟住左右唔同，嗱突出突出嚟凹落去嗰啲冇所謂嘅，就算我呢個唔畫唔畫虛線，我畫翻實線，咁呢個畫翻虛線係一樣嘅啦，可以嘛？咁咪畫咗一對咯。嗱，丁二醇嗰、那個一二三四最長點四個碳 ，OK。咁、那個 OH 全擺喺碳二，咁呢度見到四個基團啦，咁所以你照畫出嚟啦，嚇、啊。咁你而家我打直呢條軸不變，跟住我將左右一倒轉，咁已經係影像嚟噶啦。OK，next 一三六月圓，嗱、呢個你咁畫就得啦。嗯，咁同一個碳楞三個六，另外一個 CH 三，有冇一個碳楞四個唔同基團啊？冇啊，咁所以就寫沒有對影啦，即係冇對影而扣體咁解啊。嗯，咁啊畫唔到噶啦，畫唔到鏡，即係畫到鏡像同佢係相同就唔使畫啦，唔係對影而扣體嚟噶嘛。好 ，next 可以嘛？跟住喺個二氨基丙酸，佢有一個碳楞四個唔同基團，嗱、你咁話 OK 嘅，想唔想偷懶啲嘅方法畫啦？嗱，偷懶啲方法畫咧，誒呢度唔使成個畫曬出嚟，咁寫 COOH， 即係咁。因為就唔使再畫咁多棍仔。突 COOH， 嗯，咁佢嘅鏡像咧，例如我打直條軸唔變啦。嗱，咁呢度最好畫翻 OHOOC 啊。啊、因為如果寫 COH 好怪嘅，會感人哋感覺個 H 成緊鍵呀，個 H 唔會左右成鍵。但我呢個軸保持不變，跟住左右調轉啦。咁可以啊，咁你都啱啦。嗯，好 ，next， 諗清楚先啊。佢有冇一個碳楞四個唔同基團啊？係有噶。只要有少少唔同咧，就係、是、唔同噶啦。佢呢個碳楞 CH 三楞 OH 啦，楞呢邊咧就楞一堆嘢碳氫，呢邊都係碳氫，但係呢邊碳氫有相鍵，即係唔同啦。啊，你計呢嚿一樣，但一路攞呢嚿已經唔同啦。啊，多少少嘢係唔同就唔同噶啦。咁所以呢個有旋光性嘅。OK。咁因為喂，突然間個 OH 同 CH 三黐同一個碳喎，突然間分開咗嘅，點樣黐同一個碳啊？哎呀，哦，複雜啊！六個環就係個平面，當個 CH 三突出嚟，個 OH 凹落去咁咪搞掂咯，可以嘛？咁如果佢嘅鏡像咧？我呢次咧六個環唔變，個 OH 突出嚟，個 CH 三凹落去，咁就係鏡像嚟噶啦。再唔係你可以畫啲好複雜嘅，但係畫完之後我都要諗一輪啊。假設你咁畫，我估都得嘅。CH 三呢度啊，又要將。應該這個都啱嘅，係咪鏡像啊？呢、這個係啦，啊嗱，呢、這個叫 A， 呢個叫 B， 呢個叫 C， 啲題目好中意問嘅。到時三個 A、B、C 俾你，問你邊兩個係相同？我愛 D。嗱，其實我哋而家知道 B 同 C 一定係相同嘅，因為 A 同 C 係鏡像，
A 同 B 又係鏡像，咁呢兩個應該係相同啊。而家我俾啲時間你望一望，其實你睇下諗唔諗到 B 同 C 係相同啊？哇！我啲學生好叻啊，又捉到我錯處。嗱，呢啲學生真係世間難求啊！嗱，係啦，嗰個鏡像咧應該係呢一度啊。嗱，所以幾容易畫錯咧。所以我一開始，嗱，我一開始畫呢個最簡單嘅，係嘛？我一開始冇咁複雜，我唔專登畫個對影㗎。如果專登畫個鏡像咧，係好煩嘅事嚟㗎，一畫錯咗又歪咗位啦。我畫 B 呢個咁幾輕鬆又啱喎。好，我都俾時間你望一望，你而家望下 B 同 C 係相同㗎。假設我考試就問你 A、B、C 三個邊個相同，你睇唔睇到 B 同 C 係相同咧？俾時間你一分鐘。嗱，呢個係 C， 頭先嗰個呢個 C 嚟嘅，呢個 B 嚟嘅，呢兩個相同嘅。只要你咁樣一反，咁咪答埋你啦。個六個形完全一樣啦。當你反嗰陣時咧，個 CH3 本身係向上嘅，一反嗰陣時會向一下嘅。咁 OH 向下，一反會向上，咁咪即係啱啱好一樣咯。可以嘛？啊，我唔明喎。喂，咁啫嘛。我而家支紅筆係咪向上？支藍筆係咪向下？我反咯，一反支紅藍筆咪向上，個紅筆咪向下咯。我再反咯。向上向下反向上向下是吧，一反就变回转，所以现在我一反个 CH3 向下，不同这个一样咯， OH 向上， yes。 那13页这里开心呢，就在头先那样东西了，去给一两嚿东西你答完全相同啊，对应啊，順反啦，依係結構異構，使唔使示範？好，第一題，好明顯咧，唔係順反嚟嘅。如果順反咧，畫出嚟應該係咁嘅樣嘅，兩個 BR 對住唔對住，咁樣就係順反，係咪？但而家題目俾你呢個咧，你睇清楚喎、哦。我試下畫翻一條直鏈啦 ，CH 三 CH 相見 ，BR 二呢個咧，呢、這個就 CH 三 C 楞個臭相見 C 楞個臭，點會係順反呢？呢兩個咩關係啊？兩個臭黐在同一個碳，這個一一，這個一二，這些直情是之前學最簡單的那些，放不同位，所以這隻是結構異構，不是立體異構，可以嗎？ OK， 順反不是這樣的，順反是這個，如果這個的是反，去順就是這個，但現在個臭兩個都黐喺碳一，呢、這個黐喺碳一、碳二，所以呢啲叫結構異構，可以嗎？好、okay， 好。嗱，首先通常我哋一定揾到一個碳掕四個唔同基團先。咁通常中意咧打粒星俾佢嘅，因為代表手精性啊嘛。咁就係呢個碳得三個基團，一嚿、兩嚿、三嚿。唔當一定要四個，就係呢個碳。星星呢度一嚿、兩嚿、三嚿，第四嚿氫嚟嘅，可以嘛？我係畫多次。望住而家呢個碳，第一嚿基團、第二嚿、第三嚿呢兩嚿唔同樣噶嘛？第四嚿嘅氫嚟嘅，冇畫出嚟啫。嗱，另外呢個都係一嚿、兩嚿、三嚿、第四嚿氫嚟嘅，冇畫出嚟啫。咁呢個兩個手精性啊，咁呢度一樣都係呢兩個，但係分別就係呢個突出嚟呢個凹落去。咁究竟兩個係完全相同，一係對應咧？二分一機會，可以嘛？嗯，咁砌模型噶啦。鉛鋼筆呢兩個位係相同，同一個平面，同一個位置。跟住呢個上下調咗位，咁咪一定係對應咯。可以嘛？頭先我哋講過啊，一個碳掕四個唔同嘢啊嘛，同一條軸要不變。另外兩個調位就應該是對應，那你條軸可以是這個
得嘛？咁呢度又係螢光筆一樣，上面 CL， 下面輕呢個調咗位，上面輕，下面 CL。OK， 所以答案係影像嚟嘅兩個啱啱好對影而構。咁我頭先砌咗模型㗎啦已經。啊，砌完之後唔好拆，留翻下年講先。咁隔離個圖啦，個 O 啊，咁個 O 喺對正又係對正上面啦。呢、這個 CL 係咪凹落去啊？黃色呢、這個，呢、這個又係凹落去啊嘛。嗯，咁嚟咯喎。咁啊，啱啱好個影像咯。啊、中間塊鏡咪啱啱好就係影像咯，咁仲唔係影像？嚟一次，呢兩個黃色突出嚟噶嘛個 CL， 呢兩個黃色係凹落去噶嘛，佢而家俾你，咁我一反，呢嚿嘢冇變過噶，反嘅意思係反轉啊，啊，咁啱啱好鏡像咯，呢、這個突出嚟，呢、這個突出嚟，呢、這個突出嚟，呢、這個、遠呢個又突出嚟，搞掂，四啦，四我最後都係用咗張。紙啊！你考試可以搣張草稿紙噶嘛？嗯，再唔係你帶卷膠紙搣完之後黐翻咯。啊！嗱，首先有冇一個碳冷四個唔同基團呢？係有嘅，就係、是、呢個碳。去一邊冷呢度。呢邊有個 O 噶，呢邊冇 O 噶嘛？呢邊 CH 三拍咗個輕嘅，咁即係呢個，咁兩個可能性，一係就完全相同，一係就鏡像，啊，可以嘛？咁嚟咯喎，我將右邊個喐咯喎，咦？係啦，啊嗱，個底你見到啦，係咪啊？啊，睇一次。剛才這個是這個來的嘛，我轉啦，這個怎麼轉都是同一個分子來的嘛，我轉到個雙鍵在左邊，啊，個 O 就在東南方啦，對，那這個 CH3 會凸了上來的，為什麼？因為我現在張紙的 CH3 是凹下去，我反的時候張紙應該是凸出來的，那這個凸出來，這個凹下去就剛好就是鏡像咯，另外一個 H 嚟噶嘛，得嘛？咁所以呢個第四咧係對影而構體。第五嗰個啦，五嗰個最簡單嘅順反，可以嘛 ？OK， 而家個 CH3 同個 H，CH3 同個環對住，同埋唔對住，又有個雙鍵，所以呢個係。對影順反，順反而構或者幾何而構，可以嗎？二。